趣味蔬菜记忆游戏，产品内容丰富，玩法多样。玩法一：萝卜记忆连连看游戏。玩家们首先将萝卜都种在地里，记忆萝卜的颜色和形状及所在的位置哦。轮流开始拔萝卜，连续抽到一样的萝卜，则将获得该萝卜，并可继续游戏。如果连续拔出的萝卜不一样，则重新将其埋入地里，由下一名玩家继续。拔到了画兔子脸的萝卜，则要将之前赢得萝卜全部种回去哦。获得萝卜数量最多的玩家胜利。玩法二：厨师小帮手。玩家们随机抽取卡片后开始拔萝卜，萝卜和卡片的图案相符，则可留下萝卜；反之，则将萝卜种回去。由下一名玩家开始。如果拔到了画兔子脸的萝卜，则要将之前赢得萝卜全部种回去哦。快来帮厨师找到今日所需的菜品吧。